朋友们，我也不能光跟大伙儿开玩笑吧，是吧？今儿我讲点正经的啊，我今儿又来剑桥了，是吧？这剑桥呢，这剑桥呢是最有观赏的一个故事。旁边在我身后这个是一个叫金长钟，是吧？金长钟，现在呢，它建筑的上边的有一个咱们中国咱叫管它叫蚂蚱啊，蚂蚱。他那意思啊，就是说啊，人的生命啊，辗转一分一秒呢被吞掉了，所以呢，让学生们呢，在学习工作的时候呢，每分钟每一秒钟都要珍惜。他有时候呢，这蚂蚱就停了，他就不动会儿了，跟我一样。所以呢，你看见吗？停了。它说明呢，人的一生当中呢，都得有坎坎坷坷、沟沟坎坎。所以啊，人们啊，都让咱们珍惜咱们自己的生命，珍惜生活。得嘞，我今儿当是教授吧，是吧？咱也不能老耍嘴皮子，是吧？咱再看下一个。